线迈进。安比的三次很简单，最上面就是黑线，最中间就是红线，最下面就是绿线。而且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叫 J 霸。这个之前我在那个澳洲滑雪有用过，不过很明显的这个 J 霸他们已经没有在使用。有 lift， 大家都宁愿坐 lift 上去的。哇，今天天气相当好，阳光普照，雪况看起来还不错，赞啊！看到教练他们自己跑来拖滑了，拖滑 first round。哦，好久没有动了，要该热身一下。